记录县市桃园及高雄各三例，新北、台南各一例。高雄三案、新北及台南各一案，都是跟自助餐店相关。那高雄三案是都是自助餐店员工，案20832的家人。那其中案20860跟20861是父母，还有案20862是姐姐。那都曾经在2月27号到3月1号跟这个20832一同旅游。那其中20861在2月24号开始咳嗽，20862在3月1号有咳嗽流鼻水症状。那这三案经接触者采检都是阳性，那Ct值在15到21之间。那台南跟新北是按20912跟20913，那都与按20860跟20861在2月20号到2月22号共乘游览车，那参加这个旅游团。那团员除20860跟20861两位外，那有34位都完成采检检验，那其中检此两案阳性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